啤梨拉街同美富将马路交界，晏昼发生交通意外，一男一女受伤。现场所见，一名女伤者昏咗喺马路中心，救护车到场，救护人员用担架将女伤者抬上救护车，而另一名男伤者颈部受伤，需要由医护人员扶上救护车。现场消息话，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电单车相撞，引致意外。現場交通一度受阻，需要由交通警員指揮疏導。